桩事情。除这一桩事情之外，他对这个世间确确实实是一无所求。真正彻底做到与人无争，与事无求。这是我们修学真正的好榜样。所以我们要真正的发菩提心。佛家讲菩提心，实际上儒家也是讲菩提心。诸位把儒家跟佛家所讲的对一对，你就明白了。儒家讲诚意，观经里面讲至诚心。你想想，诚意跟至诚心，一样不一样的？儒家讲正心，经上讲身心回向发愿心。儒家讲一个，讲正心；佛法讲两个。身心自受用，回向发愿心他受用。儒只讲一个正心，所以事出世间的圣人都是以菩提心做基础。正心的自受用就是身心，身心好善好德，心里头没有丝毫的恶意。